你可能不知道吧，我哥和我太太佟佳人有过一段婚约，我非常的珍惜我现在这段婚姻，不想因为一段陈年旧情就把它毁了，所以我希望你和我一样保持沉默，不要把事情闹大，但是一定要解决的。告诉他吧，早告诉他一天我就多担心一天。也就是说第一个弄丢了，这已经是第二个。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，中天娱乐台，一生一世。